下我们已经很多人都一直问我，自从二月份拍福袋到现在十月了，为什么这段时间都没有拍影片？拍影片，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很多人有问我的，我都跟他们讲，八月份我做出了这个决定，对我来讲是好事，我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，还要花那么多时间，至少我知道我对他付出了很多，我对自己问心无愧。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不管，反正现在就是这样，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。这段时间呢，我都在为自己善后一些事情，好不容易现在比较稳定了，也比较有时间了，接下来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做我想拍的东西，不管是拍吃的也好，或是游戏也好，或是去哪里玩，可能也会拍一下影片之类的。总之接下来日子会过得比较轻松。最后我要讲的事情就是，在感情中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有谁快乐或不快乐。很多朋友都觉得过那段期间都过得不是很好，其实我坦白说有好有不好，只是我真的是累了，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我太多，反正我现在过得很好。片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